潘长江自从当上老爷后，经常晒出一款小孙子的萌照与网友互动。近日，一个人在家带孙子的他，又晒出多张祖孙玩耍的合影，背着孙子的潘长江乐开了花，并在微博称，他姥姥去泰国玩，他爸爸上班了，他妈妈去录音，都说有奶爸，今天我是奶老爷。只见潘长江又要喂小外孙吃东西，又要陪小外孙玩，虽然身兼多职，一看就被老爷宠着，对老爷很不客气，小手老啪啪的往老爷脸上胡撸，逗得潘长江哈哈大笑。已满一周岁的小石头已经能站起来独自走路，和老爷玩得不亦乐乎。小外孙的降临不仅让潘长江的辈分升级了，也给他带去了很多欢乐。对此，潘长江自称是老宅男，没事就想宅在家，只要一有时间，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外孙，跟他玩一会儿。当了老爷了，自己觉得多了一份责任和牵挂，当然也很幸福。